像这样考这个软试哦，对，要有一个方法。哎，什么方法？先上去。这个秘密不给教授泄露。这个秘密不行。我还要这样撒、这个撒下去会怎么样、不行，这个秘密。不行这个我们这就独一无二了，独一无二。哎呦，不行，这个是火候的问题，考多久我不晓得，看火吧。我不晓得考多久，是要看哪个秘密。这个不一样，这也是秘密。秘密。这个撒跟这个练甩手功有没有的关系？要我练撒。好啊，这样就好了。还要等几分钟？我会洗嘞。好好吃，好酱，赞。你好，我们这是真正的日式烧肉。为什么是真正的？哦，这个相当传统，相当好。是一般台湾其他烧肉都是正式的。哎，我们这不一样，东西是这个酱，尤其酱料方面啊，相当好。酱料很对，它是根据就日本传过来秘方。那根据日本哪里的秘方啊？啊，这个从我的一个日本朋友传过来。从日本过来？哎，对，不是，是我开的。哦，是你开的。对。那你们的特色是什么？烧肉哪个部位？烧肉呢，应该就是像那个牛舌啊，还有牛五花，哎，这是比较重要的部位。牛舌比较特别，因为这是它是美国进口的，所以它美国进口的肉，所以它的口感还有它的这个香味都相当好，那个浓味非常浓郁。上一阵子禁止进口的美国牛肉怎么办？现在没有问题了，现在应该是没有问题了。对，没问题。你现在店开多久？开五年了。分店没有。那你这上面那个打工人物是谁啊？啊，是我的朋友，好朋友。哎，是他自己画的吗？是啊。我们拿一下吧。来。画的那个是我朋友，这个人看起来像是谁？跟我长得还有点像。对，那你怎么样跟什么机缘来看这家店？就是因为我的朋友他对这方面比较专业，所以就跟他做些合作。你一般接完客过来这里点些什么？大概就是牛肉方面嘛，就是牛五花、牛舌啊，还有一些羊小排啊，还有一些日式的和风沙拉也不错，沙拉就是日本式的和风沙拉。那这边是怎么样？那如果喝酒呢？喝酒配菜呢？喝酒的这个，我们这个场合哈，看起来就是说，喝酒是相当适合，因为这感觉会很好，大家好朋友聚在一起喝酒，而且做这种像这种榻榻米式的哈，那种感觉会很好。以前的一般来讲，这个日本人来多不多？我们这里也有一些驻台的日本人会，他们蛮肯定我们这里的。哦，蛮肯定。是，我们驻台一些日本人。他们吃的这里有日本家乡味吗？哦，对，他们非常称赞。那你跟渔夫有什么关系？渔夫是我一个很好的朋友。很好的朋友。顾客兼朋友。还是两个圆，照什么比例呀、啊？对，这个是说我们的甜酱，甜酱，然后再放一点我们的特调的秘制酱进去，这个是，然后蒜泥喜欢的话放一点。
然后呢再放一些喜欢吃辣的哈，特制的 辣椒酱。都是自己做的吗？哎，自己做的。好、哦，自己调调过来。它是那种韩国的辣椒酱，再经过处理。好，这就是。那等一下就站着吃就对了。对，是就站着吃。好，好。下次来哈，那个来的哈。布洛格，这什么叫布洛格？银布洛格啊，银布洛格来，九十有的。今天啊，真的，说真的啊，你们的布洛格呢，你们要录下来，对，至少一个灯光，多一个证明嘛啊 ，OK。好吧，骗人的忽烂哈，不断忽烂，我就是这样的啊，骗人我乱了哈，哈哈哈哈哈哈，不能再当回事了，对，不能随便讲讲不行的，对。Several hundred years ago, a second sun arose suddenly.The heat and drought killed thousands of people. Three braves swore to shoot down the sun. They made it. One sun fell, but the remaining sun was so sad, he dropped a sorrowful tear.It became a stone with secret power. In the peaceful city, there's a smart but naughty boy. After a secret wizard appeared, his fate was changed. Father's final words, the unknown future.A mysterious young wizard.From a terrible force. The truth behind the legend. An incredible journey.Tear of the Sun.